是一样一样的状况，就突然被 Q 上来。只是这今年我就是知道，我知道可能会有人 Q， 我就先想说那就来的，然后那就先来，就是 UB 一手，然后跟他讲，殊不知他就爆出来，所以我就上来了。明年不用 Q， 半斤给你。不要不要这样。然后就是想说，因为今天圣诞节嘛，我们就来应景一下，然后来唱个那个英文老歌送你们 White Christmas。Thank you.